克，等下杰克巧克力看到了这两个人呢、啊，白痴哦、喔！你看到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谁？我是冤家好不好？你是冤家？冤家怎么会拿棒棒？冤家怎么会拿棒棒？棒棒谁都可以拿。不是这样，不能这样。太可疑了，太可疑了！他太可疑了，他假跳猎人嘛，假跳猎人嘛，嗯，走开！假跳猎人，好猛哦！我飞起来了，走开！哦，所以你不能穿的原因是这个啊、哦？腿会动人，不能。等一下，那到底说喵哈应该穿过来对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喵哈也是坏人啊！因为你知道有三只狼，对啊，三只狼啊！三只狼也太多了，白痴啊！白痴哦！喵哈是狼哦，我杀掉喵哈哎！你选我干嘛？喵哈也是啊，杰克就爱杀狼人了。所以刚不是游戏的问题，有所有在一直在笑啊！刚刚哈基讲那句，你就该察觉到了。哈基猎人召唤，哎、欸，怎么一个都没来？没有队友、哦，我笑出来。真的，泱泱被冤枉了，可恶！笑死，2200，你是谁？我是预言家，你是蠢蛋。预言家，我第一天就知道啊，你是蠢蛋，你是戏精，你是蠢蛋。第一天他写的是忍者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谁在白天发光的啊？白天发光，喵哈吗？喵哈吗？那个是女巫用的吧？我没有说我白天发光，应该是喵哈吧？喵哈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想说，哎、欸，这张纸是说明书吧？又一按下去，干什么？你那都是除了狼以外，对。哇！你知道那时候我还很紧张，他用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会不会我都玩的玩的有蠢狼用的？然后赶快也跟着用，不对，这是狼用的，完蛋了！然后这就是新手，我还在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说明书吧，我看一下、喔。然后又出事了。这样，我觉得女巫的标记白天也可以用，因为她用的时候，狼人也可以马上用，就可以全体发光。嗯、哦，这样可以啊，可以反击一下，可以，所以都可以用，只是就是、啊、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嗯、这些戏精，我没有在演啊，有 bug 啦。没有，没有 bug， 全都是没有队友啦。就只剩好几个。我觉得大家都比较会玩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同样配置。好。哈基想哭。Go go！ 笑死。我不要跟你们讲话了。当机寻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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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寻宝。可以开始动了。哎呦，这个职业。哎，这想不到没东西啊。我先拿了，哎、欸，我怎么这没有？我拿那么快？哎、欸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等一下，大家都在这里，感觉都拿光了、欸。都拿光了。对啊，都拿光了。这可以干嘛、啊欸？哪一个东西？哦，洋洋吃狼了。哦。玻璃就是要合成那个啊，获、哦、胜合成获胜巧的东西的用材料。洋洋吃狼了。欸、我教你，你还在这样子说？白痴，我碰到河豚了啦。很开心啊！我教你。不会成为史上第一个被河豚毒死的狼人杀，不会毒到，会啊，他会回血、啊。哎、欸，要怎么上去、啊？好恐怖哦！你们这些踩到的很简单，而且刚哈基有超多 Ender Pearl 的，他那个躲超猛的、啊。对啊，什么这些戏精？那个超凶的、啊。我其实没有杀很多啊，刚刚。我只有把刚刚只有把圆圆砍了而已。繁星要躲了，好，你躲了，你躲了。二零。耶、yeah. ！算了，你都跳下去了，不好。你不要，我这边人那么多，我要走了。这里他准备要预言呢、啊，他只是，他只是个蠢蛋的。啊，这个会不会摔死啊？这个会。喵哈，你们大家去不去？喵哈，你是不会游泳啊？对，不要看着我怎么游泳啦。很难，这里看呢。好，我们来互看。哎呦！完蛋了！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巧克力是巧克力，我的水中哎，是你，漂浮哎，哎呀，你才是吧？是你，你走开，你离开我，你不是我认识的小小，你走开。傻瓜，我不是傻瓜。串
篡改了未来哦。我是预言家，我是预言家，快点练了，赶快传送一下，我要被砍了。我也想要玩游戏。我是。你只有傻瓜，巧克力是杀手。我觉得反省好。巧克力不要。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明明就不在你附近，我根本连看都没看过你。那是拿斧头是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玩。这个会飞的斧头是谁啊？好恐怖啊！那就是狼人呐、啊，你要躲啊！我知道啊，我看到繁星好、欸、海里有两根斧头啊，妖术贵哦，有水里啊，水里有杀人鱼啊，杀人鱼，那个杀人鱼在哪？杀人鱼在哪？水鱼在水 里，有没有女巫？女巫做事。我要看食人鱼、哦，我要看食人鱼。Oh my god！ 你有看到吗？还有看到吗？没看到啦。女巫做事啊！哈、欸，食人鱼，我看到了。哦，有白天又没事，又没事，赶快躲，赶快躲起来，躲起来。好，我来看看这个人是谁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谁啊？来看看这个人是谁啊？哎、欸，哈基里，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蠢蛋啊？你才蠢蛋！哇，你是骂人啊？真的啦，蠢蛋，真的啦，我验出来你是蠢蛋啊！你才蠢蛋啊！真的啦，你好蠢呢、欸，蠢蛋都可以看出来哦。对啊。那哈基，你是预言家吗？我是预言家，我看到 Koi Black 是狼人啊。哈基，你好蠢哦、啊。那我觉得你很蠢，你很蠢啊。Koi Black 怎么可能是狼人啊？代表 Koi Black， 我不管，我是杀人，我要杰克过来。来啊！哎、欸，没有，他们可能误杀。哎呦，你都会玩数啦，蠢蛋！这个蠢蛋，自己是蠢蛋，你就是傻瓜。我刚拿到好多物资哦！我们再撑过两个晚上，我们就可以合成了。我觉得撑不过了，加油！那不行，我觉得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可以，要加加进，会有那个剑直接砍。是啊，运气不好拿到。杰克，你要说我蠢蛋是不是？别的地图啊，说我蠢蛋是不是？哦，他急死，吓死，死掉了啊！我被抓了，哎呦！你干嘛？完了完了！如果有坏人的话，杰克，你看我，坏人都还在的话，那就很惨。是一定有坏人，而且我觉得没有死掉啊，绝对不会。巧克力狼人，巧克力狼人，哎呦！我刚才没有，他是女巫。好，你真的是蠢蛋！哈基，底下，哈基，底下，哎，等一下，那个，哎，对你不要玩数了，快点杀掉他！现在不会死，没有什么，快！啊，我用那个预言家没了啦！哇，你干嘛，哈基？蠢蛋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杰克，你不能怪他，因为你放那个是我放的，他放的，傻瓜，看的那个傻瓜，傻瓜吗？傻瓜，傻瓜，我只是个傻瓜吗？不是，他不是傻瓜，他是西，他是西，所以猎人有人死，有猎对不对？有狼人死吗？不知道。狼人是不是我是只看到你们两个啦。哦，那怎么办？那死人也是可以聊聊天，只是不要说职业啊。我是觉得狼人应该都活着啦。我是觉得哈基很可怜啊。不是觉得啦，有剑可以把一只狼杀掉。哦，本来你还活着，又拿到剑。他刚刚有砍到我啊，可是没有受伤。我想说，是不是你放免疫？有免疫啊，大概知道是哪两只哦。其实剑内的玩家啊，对啊，所以刚刚不能怪哈基啊，是你放了免疫，然后他又傻傻的砍。哇，指桑骂槐哎，哇塞，然后我被反射也脱不了。这个预言家很蠢的嘛，都是好啊，都是蠢蛋。哎呦喂啊，喵喵，你是什么？啊，我是一个不想做事的人。那你就是你也是狼人、哦？不是了。哎呦，那你完蛋了。我是一个，我只是一个寻宝家而已。村民，村民，那你找团团啊？我觉得
还在中间，应该就是我剩我跟你了啦。白痴哦，二零走开。蠢蛋再见。哇，好凶哦！哎呦，我要找那个找不到，你要找哪个 ？Excalibur。我要找对，我要找好用的。蠢蛋刚刚被哈基找走啦！哎呦，我是蠢蛋的。好烦哦！哎，我会不会自己死掉啊？等一下，要天黑喽！真的少一只狼，天黑喽！不是我保持度没回满，我现在剩半颗星啊！啊，假的，你剩半颗星啊？假的！哇塞，巧克力马上隐形了！你死不去，快点自己自杀，快点去找河豚，找河豚，找河豚！哇，你怎么丢空中不丢地板啊？好，我随便乱丢，我死掉了，我被二零杀死，剩一个人啊！哎，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们少一只狼哎！没有狼可能死啦、啊，死一只。对啊，所以有人知道。对，我刚亲眼看到那一瞬间。小超，然后你跑太快了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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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零一四。不要了，被你杀死的。哇，巧克力好会玩哦。我刚才我们是剩两个村里。对。可是我记得我砍的，我以为我砍的是露米，所以那时候露米没死哦。我死了。哦，所以是两个人都死，那没关系啊。我就看到你杀了你，一直说你不是。意外嘛，意外嘛！我不信你了，今天不要上我床。不要相信我。不要，我要去找团团了。连两场都玩不起。贵圈真乱，这边有纪律问题啊。我们可以增加个忍者看看。好啊。嗯，忍者他起手会有三叉戟，然后他拿着的话会有那个加速。好，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他还会有那个七道，就是忍术啊。然后他使用的话会有随机效果。好，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目前玩起来就是拿到道具不知道干嘛，有点困惑。问一下，三叉戟一样白天不要亮出来吗？就是我觉得忍者应该也可以啦，就是你亮就是可以作用啊。好，嗯，因为他不亮应该太难了，不然就是你要闪一下闪一下这样。因为他拿着还会有加速，真的很强。哇，对啊，喵喵，你是说找到的宝箱不知道干嘛吗？哎，对，宝箱大部分都是那个玻璃，因为要合成中介水晶。我刚拿到一个什么幽灵之类，那要干嘛？那个也是合成中介水晶的，这是麦块生成。对，但是我们就是说第四天啊。是我有问题。是。请问中介水晶怎么合成？第四天你再说好不好？你没有这么烦恼。我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待会看到人就丢给他就对了。他丢给狼啊。丢到游戏里有看到那交易商人，玻璃也可以换药水，各种的好有无敌的，对，okay, okay. 所以可以用啊。好，那就来喽，这张多了一个忍者，地图还是一样吗？阿纪，你是要摆那个合成方吗？来看看，我也要来寻宝，我就知道你们大家都要走那边，我要走别的地方了。你们是不是都把宝箱的位置背起来了、啊？因为它是固定的、啊，对啊，固定位置啊。玩了第一场之后，大概就知道在哪了。哎，干嘛呢？我就是路痴，你要说敲我箱子，白痴，白痴，你在蠢蛋。你们好凶哦！抢箱子啊！凶巴巴！我还吃，我要撞到河豚。你才厚道！哎，我不要！哎，我的天！抢箱子大道，会把别人打走，还代表我是好人呢？我怕你们是这样吗？是不是吧？听起来怪怪的吧？你们玩的都快咬死我了！我是狼人，还不赶快靠近你们！哦呦，箱子都没了啦！没有箱子了，哦呦，我靠过来了！我要箱子啦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哦，繁星又要去老地方。哎，我被人挤下去！我要去老地方死了，走开！哎，谁了？这个神的慈悲就不拿了，记住哦。不然就直接赢了。神的慈悲。哎，有神的慈悲哦，没有，就是蘑菇牛上面会有神的慈悲，哦，可是那个要靠镜子拿。
对，那货就可以直接上去了。皇上，你要干嘛？我要去找箱子啦！哎，皇上啦！我找箱子啦。哎、哦、哎、欸欸，这个忍术好帅！哇，这忍术好棒啊！使用的，这忍术很帅、欸。等一下，我快摔车啦！这忍术很帅。团团好像是狼，团团好像是狼。小心团团哦！哎、欸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二零好像是好人。哦、欸。如果我不是傻瓜的话，圆圆是正常。听我说，我是正常人。你是正常人，哈哈自己，我也是正常人，我快摔死了。你不要，哦，摔死了，摔死了。团团团团是狼人，团团没有发光，团团是狼人，哦哦，团团是狼人。哎呦，已经逼我们全部也发光了，可怕哦。哎呦，团团狼人，你看到了？我挡枪啊，你赶快跑。另外的没看到。的人，的人。那个那丫丫快走，丫丫快走，丫丫你是忍者，你快走！后面哇，你怎么会觉得你打得赢？你不能欺负发光会累格的人呐、啊！哦，你到发光会卡。忍者还赢死？哎、欸，圆圆快跑，圆圆快跑，圆圆不要去打，圆圆可以算。